老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闺女今天过生日吗？爸爸，哎，我的大宝贝儿，我想你了。爸爸也想你了。来，让爸爸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这么瘦了呀？是不是妈妈没给吃好吃的呀？陈大俊，哎，我虐待你女儿了。哎，当着孩子的面儿，别数落我了啊。真是难得啊，这都5年了啊，你终于知道主动回来给闺女过过生日了。这回呢，我特意的多请了几天假，好好的陪陪你们两个，好好的给闺女过过生日。真的？真的。高不高兴？高兴。闺女啊，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呀？我想吃炸鸡腿、炸薯条、喝可乐，还有……你就天天知道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你今天想吃什么，爸爸都满足你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婆，去换身衣服，换件漂亮的衣服，咱们马上出发。走，跟妈妈换衣服去。好。走喽。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，此次地震震级7.5级，震源深度20千米，震中位于仙水镇，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。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，截至目前尚未接到相关报警和人员伤亡情况报告。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，但地震发生后，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。消防救援部门立即启动地震应急救援预案，调派多路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灾区，对当地受灾群众进行救援行动。目前，怎么消防救援部去给孩子过生日？灾区重点地区利用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积极搜救被埋人员。在消防陈大俊，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为保障一线抢救救援任务，专门请假回来给孩子过生日，调派各类陪我们娘俩，装备物资到位。抢险救援消防车、救护车、专业抢险救援器材、各类探测监测仪器、棉大衣、帐篷，在消防救援部门指挥中心的主机调配。陈大俊，这些救援中最需要的装备，这里还没通知你呢。输送到紧急灾区。随即，消防救援部门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按照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部署，在仙水镇自选受灾区以学校、旅馆、于是陪孩子过生日为救援重点，还是救人第一，科学施救原则。把握救援黄金时间，竭尽全力抢救被困人员。本台记者为您报道。闺女啊，一会儿呢，你跟妈妈，你们一起去吃炸鸡腿、炸薯条，好不好？你们呢，一起过个生日，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不是说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吗？你别走。那天天还没亮，一场大范围的地震就袭击了仙水镇所在的广大地区，冲击波毁坏了道路，还造成了周围的山体坍塌。顷刻间，整座城镇都处于可能被摧毁的危险当中。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，此次地震震级7.5级，震源深度20千米，震中位于仙水镇，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。我们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，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，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。宝贝，我们给爸爸录个视频好不好？好呀。来啊。老公，
我在给女儿过生日呢，我们哪儿都没去，就在家里买了个蛋糕。今天你走了之后我态度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我不是不理解你，我就是希望一家三口能团团圆圆给孩子过个生日。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。给爸爸说两句话。爸爸等你回来，蛋糕给你留一块。真棒。那你就多注意安全，我俩在家等你。